这个花脸真好看，你说什么？鞠时报，别以为背过身，我就看不出来你在笑话我。机关熊早。机关熊，月姑娘，你直接叫我名字也行啊。还是第一次。您再上前一步。 我便杀了他。我最不能忍受的只有一件事，伤害我在意的人。